我合作过的男艺人还蛮多的，可是要讲到真的很有味道，只有一个人，你们猜猜是谁？张国荣。我觉得从我跟他认识到后来一起合作，对我来讲就像一场梦一样，他总是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照顾。我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独自演唱这首歌，我甚至于觉得这首歌不再完整了，直到我自己开个唱，我在我的演唱会上面，我用隔空对唱来跟他合唱这首歌。其实我知道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，而且守护在我们每一个需要他的时刻。在今天晚上这个舞台上，我想要再一次的演唱这首歌，我们在一起深情相拥。跟哥哥张国荣隔空对唱的那种感
那种感动是很难说出来的，太多太多我们当年美好的回忆。